哈尔滨的第四天吧，好，哈尔滨第四天，哇，今天在外面冷了一天，冷了一天。中午早上去滑雪，结果滑雪的时候选没有，中午没有什么吃，随便吃了一下下。晚餐呢，麻烦那个帅哥吧，就是那个帅哥，这两天载我们的那个帅哥来带我们来吃火锅，哇，看起来就真的，因为来这边真的很冷，所以来吃这个热腾腾的东西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妹妹蒸给它放下去，还有豆腐给它。哎呀，哇，哎，爸爸已经喝这么多酒了，哎，你管啊，这个对，毛肚，妹妹说她不敢吃，我就叫一点点来看看哈，来来，呀，大开杀戒了，今天晚上可以吃很多，哎，他这个菜呀、啊、什么是一个人10块钱，那让人家吃饱。比较吃哎，对啊，所以这个肉啦、啊，要另外点，这餐到底多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好，哎呀，肚子好饿了，肚子好饿了哈。OK， 就这样子啊，就来吃火锅，哈尔滨的火锅第一餐，好，来，好。